讲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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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是我今天刚抱回来的旅行针，然后还很烫啊，热乎乎的。我忽然想到，如果我们可以在上面烤花枝，应该还不错吧？烤花枝吼，那个花枝应该会变得很好吃。我不要再讲花枝，我想到花枝我会想吐吼。然后因为旅行针跟一般的古筝大小真的还是有差，然后所以买回来的时候，当然我调音就调了很久，然后可是琴码我也不敢乱调，然后怕等一下弦的张力不对，然后弦就断掉了。我可能等老师来上课，我再请他帮我调。那我就先让大家听听看他的音色怎么样。我先从高音弹到低音，那我是觉得低音的有一点点破掉。有点点破掉，我不晓得是琴的问题还是弦的问题，我不太清楚，就是知道的人就跟我讲一下吧。就先暂时忘掉鸡爪这件事情哈，因为我昨天已经完全到一个不行弥留的状态了。晓得啦，因为我是新手，我不清楚，我不知道琴，我也对琴不了解。那我用那个《凤求凰》，它是一首古琴曲改编的，我就来试试看。